我来念歌咯，昔时闲文花露尊尊，故事拄啊讲到廖天顶红过来到德山地，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哩偌济？火车行到伊就阿妈伊就丢，哎呦崩坑啦！礼拜日分享你来去搞阿姑娘。泡一杯咖啡，喝一口茶，医疗也来坐，讲戏出小高杯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父母话。暖暖站门口，咱的故事叹万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闸门客电台制作，江苏主持。孙呢？紧入来，甲阿妈做伙来拜神皇爷。我唔爱内底有鬼，我会惊，我唔爱入去。乌白讲，倒位有鬼啊？那无，一个光光长头毛，嘴子通足长的，敢吊死鬼。另外一个矮矮啊，面乌乌，目睭足大蕊，咧甲人认足恐怖的。你是在说大牙跟矮矮牙哦？哎哟，憨孙呢，他们两个不是鬼，是神，专门在跟神风牙抓坏人的。你也没做坏事，不用怕，他不跟你讲啦。阿嬷，坐在中间那个就是神风牙哦？没不对，他就是神风牙。咱个拜吼，他会保庇咱庄的平安，阿妈保庇你平安到大汉哦。神风爷为什么要甲咱保护？乖孙呢？你想要怎样？阿妈偷偷啊讲予你听。古早古早吼，有一个冤鬼。什么是冤鬼？就是足好嘢的人啦。这个冤鬼吼，家财万贯，田园几百家。这个冤家田园几百家，伊所住的大厦厝三楼百二门，是当地白头壳的大户爷人，食的是山顶海味，穿的是绫罗蓬丝，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。每一年秋天挂七个时，冤鬼都爱离开家门，出外按家按户去收残租，因为伊的电户分散伫各所在，冤鬼一个人无法度来运搬规牛车的车啊，所以伊请过来的有力头、脚手阁美丽的工人来甲伊斗脚手。阿万啊，头家，有啥物烦恼？你去发到迄几个新来的脚手吼，今仔日下暗物件拢甲伊传好。明仔载吼，咱若假日提落来出发。是，头家，你放心，我随来发落好势。明仔载假日一定准时出发。这一年，元月请一批新来长工，这些长工外表看起来，大家拢是故意重复的，实际上一个一个拢是拿刀的刺，心肝乌碌碌的唔正人。孝顺冤家之人，甲长工阿伯呐斗扛啊！伫餐桌收好势，要转来路人，一阵人围我去，那亲像青面獠牙恶鬼，甲冤家拍甲半休死。
啊应该都是阿姐啦，代志紧办办嘞，这兄弟等要分钱嘞。恁阿爸啦，恁若要爱钱，做恁讲，我会当乎恁啦。头家，我替你做牛做马十外冬，甲当你才想到要发钱，想慢啊啦！我今仔日唔啦，要爱你的钱，我。搁要治你的命，来啊！啊，车落去！救人啊！救人哦！恁安尼做，惊会得到报应是哦？是毋是会得到报应？你就去斩门阎罗王啦！阿爸啊这下你好起来，原为这个钱吼，互你三代吃袂空啊啦！众兄弟啊，大家辛苦啊！以后大家对我阿爸那是啊，保证大家吃好做轻客，饮烧酒免烦恼。死了后的原话变作无依无外的罪鬼，每天孤单在溪边徘徊，走来走去，照阴间的规矩，罪鬼啊必须要找一个替死鬼来替伊，才会当投胎转世，定出世来人间做人。罪鬼啊原话一直斟酌地找，但是一直找不到替身，只好武大娃继续过着冤魂不散的水鬼仔生活。阿喜啊，你今仔日无闲规工，这暗要搁出门，是要倒位？阿母，我听人讲，大头卡袂去遐，暗头啊鱼介高，我想要去遐试看有通加抓挂无。阿姨啊，你爱较细致咧。听讲迄搭位啊有水鬼啊咧掠狗体，唔通想我转来知无？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我会注意。了鱼，我就随转来，我来去哈。溪仔边住一对相依为命的母仔仔，平常时啊掠鱼啊多三顿。囡仔的名叫做阿姨啊，真友好。厝边头尾拢足个娱乐。一天暗时啊，月色光艳艳，正迷人。溪仔边点寂寂，水鬼啊孤单稀微，坐伫岸边，想起为何命如此，无代无志，互人害死，变成飘泊无依的鬼魂。心内真艰苦，一时想不开，山内嚎出声。哇，这台鱼啊，真正有济，贪阴暗，月色光光，加拍几盖网，加抓一挂鱼，通甲阿母买挂猪肉补一下。哪有人咧嚎一声，佮嚎到遮尔啊伤心？到底是啥人？来去甲看卖咧。老兄，你是安怎？哪一个人伫遮嚎到遮伤心？水鬼啊，冤鬼，早就听人咧哄骗，知影阿喜啊，真故意，
真想要和伊做朋友，就将代志的因端讲予阿喜亚听。心肝慈悲的阿喜亚听了后，不但唔惊，佮好心甲水鬼啊原话安慰。两个人讲到真投机，一时啊就变成好朋友了。哎呀，多谢你无去嫌我一个孤魂野鬼，愿意甲我做朋友，为着要答谢你哦。以后哦，你就来这里伊，我会甲你斗三工。自安呢，每一摆阿喜啊咧掠鱼的时，水鬼啊冤鬼都沉迷落去水里，热心帮伊赶鱼啊。阿喜啊，收网一看，网仔内底满满拢是活跳跳的鱼啊。我把酒鬼拢禁起来，水鬼兄啊，多谢你斗三工诶！啊，这无啥啦，这种工课吼，对我来讲亲像倒顶年工呢，你免谢伊啦。时间一久，阿喜啊，甲水鬼啊，冤鬼感情愈来愈好，慢慢啊，因变成无所不谈、知心的好朋友。高铁水鬼啊，若要投胎转世，就要抓一个人甲淹死，换死去这个人替伊做水鬼，伊才会当定出世做人，安尼或者抓高铁。哈，安尼足残忍的呢。是啊，啊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。所以乖孙呢，以后你若去溪边、海边啊耍水吼。就爱较细腻咧，才袂去予水鬼啊掠去。我知啦，阿嬷。后来水鬼啊冤话，敢有找到人掠高铁？当然嘛有啊，但是啊，经过几落冬了后，有一天水鬼啊冤话雄雄甲阿喜啊讲：“哎呀，明仔载哦，我要离开家啦。你讲啥物？”我的好朋友，你要走啊？你要去倒嘞？这是秘密，我袂使露馅。安尼哦。不过，你甲我当作是知己的好朋友，我甲你讲嘛不要紧啦。明仔载中昼，有一个卖茶的负责人会来溪仔边，我会抓伊做交替，伊是我的替死鬼。安尼，我就会当投胎转世啊，回来去凡间啦。阿姨啊，你是安怎？敢讲你无替我欢喜？我当然是真替你欢喜啊！只不过我实在是唔甘陈贵兄你离开。是啊，我甲你斗阵遮济冬，即卖雄雄要甲你离别，我心内嘛是真唔甘。不过我等这时机已经等足久个啊，若是错过这个机会，唔知阁等偌久嘞呢？我明白。水鬼兄，安尼，咱就就此分别，后会有期。阿喜啊，多谢你啦！以后吼，无我着搁甲你斗掠鱼啊，啊，你着请保重呢。啊哦，但愿吼，咱来世吼有缘吼，搁再做换贴的好朋友啦。唉，我的心情真复杂，一方面替水鬼兄欢喜。一方面，我嘛真正烦恼迄个富人的安慰，到底是要安怎较好？迄阵，阿喜啊，想几暝拢无睏。过天中昼，伊偷偷走来米地溪仔边，
真是出现一个卖菜的富人郎。伊的菜篮啊，无细意落落去溪里。这个富人郎手伸长长要去扶，扶未到，人站起来，撩落去溪底，对菜篮一步一步走过去，一直走来到溪仔的中央。危险，慢车来啊！阿喜啊，抢在富人郎的头前，将菜篮扶起来，安尼怎救了富人郎的性命？哎，你这个阿喜啊，无猜我对你这么信任，想袂到你竟然把我迫害我，真无容易要投胎转世的机会。哎呀，不可原谅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伊哦是我的好朋友啦，我总袂使抓伊做我的替死鬼啊！哎呀，伊是安奈安尼做？到了暗时，阿喜啊走来溪仔边，听到水鬼啊冤鬼坐伫岸边咧吐大亏。水鬼兄，啊，阿喜呀！水鬼兄，你到底是咧安怎啦？为什么要破坏我的计划？水鬼兄，我唔是刁工诶，我实在是不忍心目睭金金看富人人死去，伊是无辜的啊！你着算是大发慈悲，做好心救人一命，天公伯拢有咧看。唉，阿喜啊，你的心肝真好啦！啊吼，我就是因为安尼，才会甲你当作好朋友啦。只不过吼，失去一届的机会啊！啊，过来啊，唔知阁等偌久吼，才会当摕到替死鬼啊！水鬼兄，歹势啦，害你袂当真出世做人。但是换一个角度想，你放这个富人郎一条生路，让伊也会当继续请养伊的囡仔，这是一件大功德呢。天公伯啊，一定会记你一届功劳的。这可怜的呢，拢袂当定做啦。要安怎讲可怜啊？甲伊无冤无仇，互伊掠去做交替人，毋是搁较可怜？那安尼水鬼啊要安怎？过无偌久，水鬼啊就又搁找着一个人啊。即届是一个查甫囡啊。迄一年的热人。水鬼啊，冤鬼，佮得到一个转世机会，伊欢喜甲挡袂牢，佮走去甲阿喜啊讲：“阿喜啊！”迄天炎天正日头，天气正热，有一个查甫囡仔脱衫裤，跳落去溪仔烧水，溪仔水冰冰凉凉，囡仔烧来烧去，酸甲足心塞个，不知不觉。愈烧愈远，渐渐烧来上深的所在。平静的水面，熊熊咖喱啊，发出真大的声音，一直咖来到囡仔的身躯边。救命！救命！咖喱啊，水咖出熊的，一个啊就将囡仔咖落去啊地。囡仔拼命拍滚，无猜到，看情形，特别无愧死啊！这个时阵。秘在岸边的阿喜啊，无法度见死不救，遂冲出来跳落去溪仔来救这个囡仔。阿喜啊，勇敢救人的代志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一个啊传遍几个钟头。囡仔是大人，船长甲庄仔内人拢来到阿喜啊的厝。阿喜啊，家在有你勇敢相助，阮囝才无被水鬼仔掠去。这淡薄仔意思，请你一定要收起来，唔通提示哈。是啦，阿喜啊，你实在是真勇敢，无顾危险，
一个就跳落溪底救人。咱庄阿头出你这个好囝孙，我这个做船长的，嘛足有面子嘞。哎呦，唔好安尼啦，这无虾米，无虾米啦。对啦，救人是应该的，这无啥啦。唔忙提示，收起来，收起来啦。阿喜啊，这头锣鼓喧天，秘书咧办喜事。水鬼啊，弯月这头真郁卒，坐点岸边，哀声吐大气。过一时啊，阿喜啊，走来找水鬼啊，弯月。水鬼兄，我对你足歹势呢，佮破坏你顶出是做人的机会。唔过，我实在无法度见死不救啊。唉，这无的确是天意啦，注定哦，我这世人爱做水鬼啦。啊，卡叔讲哦，有一天哦，真正哦，去抓到替死鬼啊，我心内嘛也袂平安啦。水鬼兄，我就知啊，你嘛是一个菩萨心肠的，菩萨心肠的鬼。哎呀，经过这两摆的失败哦，啊，我已经看破啦，我无爱阁去抓狗替。啊，我甘愿哦。放弃投胎转世的机会啦，家己吼较艰苦啊咧，无要紧啦，啊良心嘛会得过好啊啦。这几兄，你真正是我的好兄弟呢，你放心，我会逐天来陪你，绝对袂放你一个人孤单。多谢你啦，阿姨啊。时间的过真紧，目睭一年又过一年过去啊！新年初，玉皇上帝出巡，巡视到这个所在，有听人咧讲水鬼啊、甲阿喜啊的代志，真感动。安尼，玉皇上帝就来召见水鬼啊原话。水鬼，你的代志我已经知影了，你的心肝这么好。应当爱甲你表扬奖励，对即马开始，我派你去做这个官的先锋爷。长官阴间善恶，希望你公平公正，维护正义。多谢玉皇上帝你仁慈的安排，我一定会努力打拼，袂辜负你的好意。也阁有。你迄个换帖的好朋友阿喜啊，这少岁就这尼啊勇敢，阁有菩萨心肠，嘛真值得奖励。你会当带伊去水晶宫佚佗一撮，想伊一寡财宝，互因母仔囝会当过安稳的日子。是，遵命，多谢玉皇上帝。水鬼啊，冤鬼，遵照玉皇上帝的吩咐，要去上任以前，特别邀请阿喜啊，来去水底的水晶宫佚佗，请伊食山珍海味，而且阁送伊足济金银财宝。阿喜啊，伫水晶宫佚佗几落天，最后才依依不舍参水鬼啊，冤鬼告别。阿喜啊，明仔载我就要去赴任啊。一块金砖吼，请你收起来。朱贵兄，你已经给我这么多金银财宝，一世人已经开不了啦。现在又给我一块这么大块的金砖，这样太良心啊，我不能收啦。阿姨啊，你不用说你啦，我这样做有我的用意啦。你做你收起来，拿去市场买，一定可以买到真高的价钱，有够你们三代吃不了啦。既然朱贵兄已经有所打算，我就不便再提示，多谢你，祝福你，咱后会有期。我相信咱真紧就会再见面，保重，过时咯。阿喜啊，摸金砖来砖啊来卖，因为金砖伤大块，无人买得起。最后，伊来到县城叫卖。来哦，来哦！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，世间敢若这块无别块哦，来哦，紧来看哦。少年家，你这块金砖黄金金细细，搁这尼啊大块，
应该不是凡间的上米哦。哦，你真有眼光呢，实不相瞒，这块金砖是为水底水晶宫来的。真是有影，少年家，你来偌济，做你开嘴，无论介绍外观，我阿万阿谢决定要买就对了。正拄好，这个出关价买金砖的大好野人，就是当年害死水鬼啊冤家派长工阿万啊。只是想袂到，明明本来是黄金金、光细细的金仔角，转去了后，却变作乌索索、顶壳壳的石头。好野人气一个，随走来找阿喜啊算笑。两个人有理讲袂清，一路吵。插来到圣皇庙，威武！来者何人？叫见圣皇大老爷。初名是……阿早你甲咱做长工的阿万啊？无唔对，哎，我大胆的杀人凶手！威武！你是头家？不是，我是讲圣皇大老爷。那是你？你这个道德假崩，道卡放屎，蒙阮背义，是福不自哀，唔正人。你想袂到，后天啊哩，这一天对我。头家了命，头家了命，唔是，大人了命，上王爷了命。大人啊，在阿罗皮，准备。头家啊，唔是圣王爷，唔是头家，头家，我知我唔对啊，请了命，请了命，头家。阿妈，王位死去变作水鬼啊！因为无抓到替死鬼，所以变作圣皇爷，对无？对啦，天公伯也知影伊好心啊，唔甘伤害无辜的人，才会予伊担任圣皇爷，来保庇善良老百姓的平安。圣皇爷足伟大，会抓歹人，保护好人，我要好好啊甲拜。对啦，乖孙诶，有拜有保庇哦。也阁有哦，人咧做，天咧看，唔通当作做歹代无人看，啊就无人知。天公伯啊，拢有咧看。阿妈，我袂做歹代志，我以后大汉嘛要亲像圣皇爷抓歹人，保护好人。也阁有去溪仔边、海边耍水的时阵哦，爱细意，水伤深。伤危险的所在，唔通去，也无哦，也无会乎水鬼啊掠去。对，爱记住。我知啦。安尼才是我的乖孙呢。